当初下山之时，我被人用迷药擒住，醒来之后我寻了个空子正要逃走，却发现铁翼少爷也被抓住关押起来。当时看守极为松懈，我本想带着少爷一起离开，只是少爷遭受严刑，重伤之身不能远逃，于是便嘱托我出来寻找援助。我一时难以找到铁家军的踪迹，只能上山求月小姐相助。我家少爷命悬一线，还请月小姐速救。臭小子，大爷要把你折磨到死。混蛋，居然敢伤害我的心肝宝贝小可爱。小姐住手，会出人命的。小可爱细皮嫩肉，肤如凝脂，对他用刑的人何其歹毒。那滑溜溜的手感，还有优美的曲线。小姐，现在不是犯花痴的时候吧？是哦。青梅，你让月勇速速点齐人手，与我一起去救人。小姐，千万不要胡闹，再被抓到错处，姑奶奶可不会这么轻饶你了。是啊，被姑姑发现可就惨了。啊，那你就扮成我吧，这样应该能瞒过姑姑一些时间。啊，不行不行，要是事情败露，姑奶奶非打死我不可。千梅姐，救人一命，胜造七级浮屠。我家少爷命悬一线，还望小姐发发善心。好青梅，好妹妹，你就帮帮我吧。我家少爷年纪尚轻，万一他有个三长两短，你于心何忍？青梅妹妹，姐姐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心上人，万一他有个三长两短，我年纪轻轻守了寡，你于心何忍？事关女子名节，小姐不要乱说，你与铁翼公子还没婚约。虽无婚约，但我们已经私定终身，那如火般的恋情足以将世俗的枷锁烧成灰烬。小小姐说话真是惊世骇俗啊，三小姐的责罚这么快就忘了啊？冯伯，一点记性都不长，伤成这个样子你还想私自下山吗？啊，我知道冯伯最心疼我了，冯伯再帮我一次嘛。朕拿小小姐没办法，把老奴啊吃得死死的。不过我倒是好奇啊，又是谁家的儿郎让小小姐动了心，你就那么喜欢他？当春夏秋冬不再变换，当花草树木全部凋残，我还是不能和他分散，他的笑容是我今生最大的眷恋。啊，小小姐的话一句比一句惊世骇俗了。罢了，要是他敢对你不好，老奴直接废了他，你再重新找一个就是了。您老的想法才真是惊世骇俗吧。冯伯谢谢您了，姑姑那边帮我遮掩一下呀。快去找月勇召集人手，姑姑那边就靠你了。小姐早去早回啊。月小姐，你至少让我把衣服换了呀。这孩子什么时候胆子变这么大，简直换了个人似的。